的身材，是没有天使的脸庞。我们一起来欢迎下一组。Red Velvet 里面的这个队长，队长 Irene， 长得很像 Irene。年纪应该也差不多，我比较帅啦。他们全部都是 Made in Korea， 那你叫哪里啊？哎呦，假的，是他们都是来自韩国的啦啦队女神。哎，那真的是寒风吹起，寒风吹起了啦。他们三位呢，有一位呢是有最强外挂之称，怎么了？然后有一个呢是这个清纯精灵。我是说你怎么了？什么什么？我怎么了？你有病是啊？我哪会搞搞搞搞你了？是。他是爱情列车长，没错，是我的标记，就对。另外一位呢？怎么突然变晚安吧，大小姐？另外一位啦。还有吗？没人了，就一位。还有另外一位呢，长得像韩国女团 Red Velvet 里面的这个队长，队长 Irene， 长得像 Irene， 所以都是美女来的，而且又很会跳舞。好的，所以他们是来接受挑战的。没有各位，一起来欢迎我们安之轩，还有 Mingo， 还有赵娟州带来的疯狂的大小姐。大小姐。哎呦哎呦哎呦，中了中了中了啊，中了中了，最近最红的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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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得了啊，舒服。我是 Vince Mingo， 我是 Mingo，
all beautiful。一波游长得非常漂亮。哎，请问一下，他们三位是第一次来到台湾吗？대만에온지는처음은아니고6개월정도됐고요이제가오숭에서살고있습니다哦，以前曾经来过了。你都听得懂吗？我交过韩国女朋友。哎呦，我是韩国人，那边都있었대。对，但这一趟是来这里工作，就固定在这里了吗？일하러온건아니고살려고왔습니다살려고응살려고대만에서他就是平常他是也住在台湾但他你都分对对不可能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三六五回来了三六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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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跳了是这样吗好，薛仁，好，认真发问，两位老师，讲啊，还没有讲平常的舞蹈，还是要不要这样子，让老师这个评语先放心里，然后等一下学生组来一起讲评，一起讲，一次把它讲完，好，OK， 那你就跟他们旁边先坐一下，好，请坐，谢谢。安内哦，虽然我们没有魔鬼的身材。天使的脸孔，但是论 cover 来讲的话，还是得看我们台中舞团阿的哦，没有魔鬼的身材，是没有天使的脸庞。我们一起来欢迎下一组。哎，等一下，等一下，哎，来油啦！先不要那么激动，我跟你讲，先跟我跟你讲，他们很厉害，真的吗？他们是来自台中的一群辣妹啊，台中的辣妹子，辣台妹，辣台妹。好了，来了，那来还有什么特色讲？我跟你讲，辣台妹他们。成军了四年的时间了，角色飘很快啊！没有错，我的伸缩自如。他们最主要都是在跳这个 K-pop 的 cover， 非常厉害。所以任何一首韩国的歌曲，他们通通都会跳，真的很厉害。而且他们还这个参加过这个《我爱偶像》啊，《我爱偶像》里面 K-pop 创意舞蹈大赛，他拿到第三名。哎呦，你搞看，你搞看，你搞看！一起来欢迎嘟嘟阿德舞团哟！Do do other. Oh, Brad Pitt. Again. Black 하면 pink 우린예쁘지않은 savage 원하던대놓고 bitch 눈물에도 컬러무백야두손엔가득한 fat chicks 궁금하면 never fact check 눈높인꼭대기물만난물고기좀촉해난 toxic 유혹해 I'm fucked 두번생각해
会吧？太强了。而且他们有分配每个人谁是谁，对，然后呢各自对对嘴或什么。你好，你好，你应该是翻译嘛，是吗？对，安雅塞，没有，他刚有跳了，安雅塞啊，哎，有一位比较晚到的，刚有跳，刚有跳，刚刚有一位迟到，迟到，立奇，你为什么你在后面睡？是不是放晒哟？刚下课过来，姐在后面跳，真的就真的来不及啊。对，不是吧？不是吧？这有编排吗？对不对？啊，你们知道你们今天要挑战的对象是这一团吗？有没有？知道，超漂亮的，可爱的朴姐姐。一波游，一波游，一波游，那我们直接请他们出来好不好？因为他们是对战，来来对战，我看鬼看鬼。Jacky 哦，请沟通魏老师，金伟。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韩国的新的出来的团体，很多舞蹈其实都很难。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很多细节，就是你不能太多，因为太多之后你的细节会表现出不是那个舞的张力跟魅力。对，可我觉得两边的拿捏都很刚好，但那个你们的椅子的运用我觉得有点小可惜，因为我会很期待再给我多一点。然后你们有一个地方是椅子要这样斜，对不对？那个角度没有做出来，会有点，我觉得就是张力没有做到。懂懂。金真老师你怎么看这一团？我觉得两团的优势很不一样，就是我们台大台妹们其实你们的队形完全跟原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复刻了，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对嘴，然后做表情，这超厉害。但对，里面有一个是男生，你怎么会聊到复刻嘞？是啦，是复刻啦，漂亮人的意思，要他 cover， 不是复刻，不是那个复刻，对对对，是是是。但我觉得是相对。比起来，虽然韩国小姐姐们队形没有那么多，就有一点可惜，但是他们却可以三个人就像明星一样，就是一直维持他们有欣慰好的表情管理，真的非常厉害。Feel like a star, you know, super star。但是我必须要哦，对对对，陈老师，陈老师，陈老师，虽然他们有欣慰，他们有光环，对，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在后面，我知道他们压力很大，压力。我看得出来你们是紧张的，但是音乐下去之后，你们就好像发了疯似的。开始展现你们的自信，然后你们的对嘴也对得很好，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你们表现得不错，真的。点点，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分出胜负的时候了。好的，各位好，来，到底是红色的学生还是我们蓝色的明星呢？三、二、一，举牌。我没有，我没有套好。对对对，我没有套好，就是一分两瞪眼，各自各自的想法。好，发生重视，对，发生尴尬，大会大会。我讲，你跟他们讲一下，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时差，对不对？圈内，圈内，시차가있어서요圈内，시차도저희있거든요3대2대1로네시차가있어서그런거맞죠시차시차他想说一句哦，他想说，他想跟宪哥讲一句话。저희한국배우분닮으셨어요韩国的培养剧，韩国的培养剧，这搞错了吧？정보석，정보석。他说宪哥长得很像韩国的一个很有名的演员，정보석，郑普硕。一个很有名，真的长得立刻帮我 Google 郑普硕，郑普硕一样，一样，他年纪应该也差不多，我比较帅啦，真的。好，那要谢谢他们，都很棒，都很谢谢啦，谢谢。